宋师姐。周师弟，你刚才没事吧？啊，我的伤没事，师姐有心了。周师弟，方才我们掉湖的事情……我知道是个意外，萧兄也跟我解释了。只盼师姐无碍才是。没有找到别的衣服，我倒是有一件姑娘穿的，穿什么？那你若是想见前几天见过的郎中，就不用穿了。师姐，萧兄说的是啊，你还是把衣服穿上吧，要是生病了就不好了。没关系的，我烤烤火就好了。师姐，你这是为何呀？把衣服披好。我可没有那么坏，你要是着凉了我会心疼的。秋柔你真好。披好。那要是穿好了我们就回去吧。那萧公子你怎么办啊？我没事，我健壮。要不这样吧，天色也不早了，而且这里风又大，咱们回去更衣。好啦，别着凉了。